好啦，嚟到星期五嘅11:26啊！俾面時間啊，就係啲碗面究竟係點樣食法？究竟啊，裏邊嘅材料啊，或者食呢一碗面嘅時候，大家要留意啲咩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會請嚟我哋嘅嘉賓趙博士。趙博士你好 ，Hello，Hello， 何亨你好啊。係啊，今日我哋誒節目時間比較充裕，我想咧用少少時間咧去問下趙博士一個問題嘅啫，因為我身邊好多朋友講啊，其實趙博士咧喺嗰個知識上咧就好廣博啦，咁啊亦都係解答咗好多朋友嘅一啲生活上嘅，尤其食嗰方面嘅最新資訊啊，一啲大數據啦。其實趙博士啊，好多朋友真係身邊嘅朋友啦，聽眾們都話啊，其實趙博士佢係咪醫生嚟嘅咧？咁樣你可唔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啊？絕對唔係醫生，我係讀咗醫，讀咗西醫之後再讀咗自然療法，但係兩樣嘢咧都冇去睇病人去做嘅，我就走咗去做研究，跟住喺啲研究嗰度就。找到幾碗面回來，就是這樣所以呢變成就是看數據和看一些情況，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數據。我很簡單跟你講一個數據，就是呢如果有個 Miss 先生，他呢就帶30個小朋友出去出去玩，拿了簽紙了，然後呢就回來呢只剩28個，你說有沒有問題啊？梗係有問題啦，係咪？唔見咗兩個啊嘛，但係喺考試裏邊咧，如果你30分裏邊你攞咗28分咧，其實等於 A 嚟嘅喎，嗰個係 A 嚟嘅喎，係咪93% 啱咗就係屬於 A 啦？但喺嗰個情況做先生咧，帶啲小朋友去咧，如果你蕩失咗兩個咧，你唔會話啊，你都有28個都係攞咗 A 翻嚟，係咪啊？所以數據咧，數據係要睇咩情況裏邊擺嗰種數據嘅。不可以當是有兩個問題。如果跟你說啊，有隻雞蛋湊了12隻裏面湊了一隻，那就有11隻吃得的，打曬落去炒碟蛋，落啲汁落去得唔得啊？咁啱啱咁樣問一問咧，你可能聽完嗰個 Miss 嗰個情況，你就話都係唔得，係咪？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唔睇個 context 嗰個情況咧，就睇啲數據咧，我哋就會搞亂咗自己。咁你哋加嗱，其實你即係簡單嚟講啦，如果係數據咧，其實真係可能有無千無萬好多嘅。咁啊，朋友聽眾們咧，都可能喺唔同嘅途徑裏邊啦，或者啲平台都接收到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大家就清楚啲。咁啊，譬如阿趙博士，雖然而家仲有好多人問洋葱膠點整啊，蘋果膠點整啊，但係都係從呢啲數據裏邊咧帶出一啲嘢咧去提醒，或者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咁啊，趙博士今日咧就帶咗一啲數據咧，都近排啊，大家都熱烈討論啊，香港又好或者啲邊都好啦，就係關於嘅譬如銀行一啲倒閉嘅事件啊、收購嘅事件啊，甚至係生活上通脹咧，就好似時有放緩，但係咧跟住望一望油站嗰啲價錢啊，又高翻添咁。咁呢啲一個嘅數字飆升又飆落，又出現啲咁嘅事件，其實對我哋身體或者喺喺一個生活鏈上邊啊，即係緊緊關連住噶嘛。咁你睇到譬如你覺得通脹之後對我哋嘅生活有影響有幾大咧？哦，梗係大啦，因為嗱個餐廳，除非你唔出去食飯嘅啫，但係個餐廳佢冇理由，佢同你講話嗱，之前嗰碟番茄蛋飯碟頭飯，本來係當5蚊啦，而家係15蚊，咁仲有冇人買啊？冇人買噶啦嘛，咁雞蛋貴，真係雞蛋貴喎而家。咁啊，雞蛋貴咧就回翻少少，但係而家個雞蛋貴係因為啲雞有病啊嘛，啲雞有病，生埋啲蛋有問題啊嘛，或者唔生蛋添，有啲情況嗰啲雞係唔生蛋，即係罷工啊，冇蛋出啊，應該日日有蛋噶嘛，咁佢冇蛋，咁呢啲咁嘅病，呢啲咁嘅情況咧，有時仲生咗啲壞蛋出添啊，咁究竟咧？AI 喺裏邊咧睇到啲數據啊，睇到啲數據一路睇啲數據，但係佢唔識睇 context 喎，淨係知道就係唔同咗，但係唔知道個 context 係點。咁我就問你啦，如果係餐廳咧，佢諗緊，哎呀點搞咧？咁佢要揾辦法噶嘛，一係就落少啲雞蛋，係咪？少啲雞蛋，多啲飯得唔得啊？咁你如果日日食開，你好留意嘅，你就梗係唔得啦，係咪？咁佢又做下啲其他嘢，咁所以總之要揾辦法去令到件事咧，就冇令到個客人
太過感覺係咁樣，譬如話護膚品啊，可能要落啲唔同嘅 filler 啊，整碗面啊，有啲唔同嘅 filler。咁總之你中意食唔出，最緊要食唔出啊！你食得出咧就好有問題啦，你見到就有問題啦。咁所以通脹你話唔影響，或者銀行爆唔影響，銀行爆啊會直接影響咧啲生意借唔借到錢喎，係咪？佢發唔到啊嘛。咁以前嘅錢就平，以前就平嘅錢，而家就變咗貴嘅錢啦。咁就變咗做唔到。咁點影響咧啲食物咧？就直接影響噶啦，咁變咗你就出去食咧，就有呢、這個情形啦。咁佢就要改佢啦，就話啊，而家唔興啦，而家興食少啲嘢啊，所以咧你嗰碟嘢少啲，佢唔可以咁噶嘛，係咪？佢唔可以咁噶嘛。但係某啲派別唔係跳波時候，某啲派別係會噶。啊！佢真係提倡你食少啲嘅，真係對身體好啲噶嘛。系啦，系啦，食多啲饭好啊。其实食咁多餸都唔系咁健康，即系你可能要就佢要扭扭佢，系咪？咁你就会见到就系或者食多啲饭都唔好，全部都唔好食。不过价钱一样嘅，因为出去食饭，咁啊佢差唔多要咁，系咪？譬如你会见到就系喺啲有白台布嘅餐厅咧，佢唔会弹 rock and roll 噶嘛。Rock and roll 咧就系食快餐先食，听 rock and roll 嘛，系咪？你食。有白色台布，梗係聽嗰啲法國啊，嗰啲 classical 啲嘅音樂，慢慢食啊嘛，快食就要快音樂噶嘛，係咁樣噶嘛。你如果調轉咗，佢就唔啱聽噶咯，咁就。所以咧，我講啲數據俾你聽，就係、是、譬如咧，風濕呢樣嘢咧，你知唔知道？如果你係住喺個區度係曳啲嘅。跟住，然之後你個薪水又差啲嘅，喺100個人裏邊咧，有33個咧係會有長期風濕嘅。咁但係咧喺如果你住一啲靚啲嘅區、好啲嘅區，又揾$100,000以上咧，咁咧就100個人裏邊咧就得25個到啊係會有長期風濕嘅，有啲咁嘅數據喎。由風濕到凍到環境差，定係因為收入低令到人個心情差？定係其實係因為收入低而可能個消費或者我哋揀選嘅一啲食物又好，或者係因為嗰個區啲空氣差啲，咁咧係咪都係咁嘅現象而出現一啲即係有啲症狀出現咗咧？絕對就從嗱錢咧，會唔會有錢就令到你有愛情啊？有錢就令到你開心啊？呢啲咧啲數據就唔清唔楚啦。但是呢直接呢會不會跟風濕有關呢就可以找到這些這樣的數據，是個關係 很直接的，多一點就少一點人有風濕。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呢？但 不是每一個病都一模一樣的。所以你記不記得上個禮拜呢有少少我們你跟我講起呢就是想講起這個氣炸鍋啊這些這樣的東西。你有多一點錢才會搞這些這樣的東西。但是有時候搞那些這樣的東西呢你又用啲唔好嘅油咧，嗰、那個 combination 啊，即係兩樣夾埋咧，就會出咗事啦，係咪？嗱，我講翻嗰個爆銀行嗰、那個攞啲數據嚟同你講下嗱，你知唔知道點解間銀行爆咗？那個 Silicon Valley Bank 知唔知道嗰個內容點爆咧？好多人就唔係好清楚，就知佢爆咗啫。嗱，佢點爆咧？就係、是、有啲叫做 uninsured 嘅 depositor， 即係多錢個頭，咁啊就太多啦。咁所以咧，個美國嘅政府 FDIC 就唔保噶嘛。是不是不保的嘛。而呢有些人呢少过250,000他就保的嘛。而那样有个 ratio 的就是不保比起保呢通常就最好最稳定的1:1一个不保同一个保。如果不保那个他走了去的你还有保那个顶住嘛。而 Silicon Valley Bank 5:1呢就已经是超级不稳定的了。他那个比例呢是22:1。22:1。咁所以當佢一走咧，你知唔知佢幾耐以嚟走曬啲錢咧？係喺48小時啊走曬，係快到咧，係未曾試過喺歷史裏邊可以咁快走咗，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唔係個 run on bank 啊，英文就係叫 run on bank 啦，銀行擠提啊，係 run on 個 bank 嘅 business model， 即係佢成盤生意咧，係啦，佢職業佢根本就算你俾翻錢佢都唔可以企得穩嘅，因為出咗咁嘅問題。咁我就話有啲問題咧，當你個 context 咧夠大時候咧，或者有啲數據有拉楞咧，你要小心。譬如你要小心，你知道有通脹咧，你知道有啲嘅銀行出問題咧。而你今日咧聽到呢樣嘢同身體健康有關係啦，呢啲病有關係，我逐個可以講嘅，由心臟病到中風，到長期風濕咧，
呢啲全部都有個 correlation 啊，仲要 highly correlated， 就係越賺少啲錢咧，你嘅機會率喺一百個裏邊就大好多。咁就唔係好似長期風濕咁多，但係咧，譬如聽唔聽到嘢啊，啊第時個聽耳冇咁好啊，或者眼咧睇落又冇咁好啊，爭成倍幾嘅喎。喺嗰、那個喺嗰、那個誒冇咁多錢同多啲錢，咁點解會咁咧？可能裝修又大聲啲啦，可能啲煙啊塵又多啲啦，好多時候啲人冇諗到呢啲嘢啦。係，我哋嗱，不如咁啊，趙博士，我哋唞一唞先，咁啊，都帶咗今日嘅話題俾大家啦。咁啊，大家聽緊節目嘅朋友，會唔會話近來通脹或者一啲銀行嘅事件，真係會令到你啊，即係喺消費上面啦，或者生活上面有啲咩調節，都可以留言俾我哋。有啲嘅時候聽一聽客户嘅説話先。咁啊，等佢做紧录音，我又讲多几样嘢啦。就系连糖尿病赚少过35,000，系11个人系100个人会有糖尿病。但系咧，如果系赚多过100,000咧，就5.9个喺100个里边咧会有糖尿病。所以你睇到就系话，绝对系有个影响嘅嗱，哮喘啊、气喘啊呢啲咧，啊 bronchitis 呢样嘢咧。100个里面有6个，如果是赚少过35,000，但是当你赚多过100,000呢，就100个里面有2个，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绝对不是拉到0啊，但是呢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咁而呢啲数据我就摆上个 Facebook 度啦，咁等大家可以睇到嗱，过度肥啊 ，obesity 啊，少过35,000是32个，多过100,000呢就会跌到落去得翻21个。21个会喺100个里边会过度肥，咁所以你会睇到咧就系有影响嘅，个银码有影响嘅，呢个其中一个 data set。另外一个 data set 咧就系睇到咧，即系几样嘢嘅。你搵多啲钱，你可能会食少啲烟啊，饮少啲酒啊，就算饮酒啊，会饮啲靓啲嘅酒啊，住啲好啲屋啊，transportation 啦，又会揸车就唔使搭 public 啦。可能翻學校又會翻啲好啲噶啦，咁然後咧就份工作又好啲啦，又唔使做咁晏咯，可能係咁啦。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啊，呢個好重要，就係話你住嗰個環境用嘅嘢，可能少啲毒素。咁呢啲就睇到個 income 嗰個影響咯。呢啲嗱，全部擺曬喺個 Facebook 度，等你可以慢慢消化。我唔知道幾時嗰個廣告完咗。咁咧就睇到就係話，咁點解仲有啲人剩咗喺度，同埋有冇辦法可以走甩咗呢樣嘢咧？一陣嗰節我就會講下啊，點解可以走得甩？點解可以？點解有啲人又唔同個錢同埋嗰個有多少錢唔關事咧？可以竟然有變化咧？一陣講呢樣嘢啊！翻嚟啦。生活上面是環環緊扣啦，咁啊當然啦嚇，如果錢越多個人係咪越好咧？咁啊都聽翻啲前輩講咧，有啲叫富貴病啊。所以我哋究竟應該係點樣釐清，或者係原來收入少咗，通脹又嚟啦咁樣。生活上點樣影響我哋身體咧？揾翻趙博士出嚟先，趙博士你好。你好啊，你好啊。咁啊頭先咧即係睇到咧，就係原來有錢咧。是真的會令到這些這樣的長的毛病啊，或者真的這些acute的病呢都會少了的，有錢是會有直接的影響。但是為什麼有錢呢還會有人剩在這裡是都是有病呢？仍然都有病。我講了很多 case 啊，我還講了糖尿病，糖尿病11個是會有糖尿病，當賺少過35,000，但去到賺多過100,000呢只剩6個，咁即係爭成倍嘅，差唔多係。咁但係點解仲有6個咧？呢個如果你追落去，點解你有錢啦？點解仲有6個？唔係去到零咧？
如果你咁樣針對啲 data 咧，又可以講噶咯喎。就係因為譬如你有啲人，你知唔知有啲人咧生出嚟咧佢係有錢嘅，但係佢仍然都唔開心喎。點解咧？佢本身有唔開心嘅嘢，佢仲未解決到。咁所以呢個開心同唔開心，你已經睇到有分別啦。你好多樣嘢因素加埋噶嘛。咁好啦，仲要睇下啲人幾時有錢啦。嗱，幾時有錢啦？如果你細細個咧，屋企有錢嘅，所以佢買個餸啊，買啲嘢啊，買啲嘢翻嚟都有睇過，同埋佢要有埋知識。如果佢有錢但係冇知識咧，買咗啲嘢翻嚟咧，好似而家聽你呢個節目咧，啲人咪開始有啲知識啊，唔同嘅嘢咯。咁你知唔知道最奇怪咧就係、是？有些人冇錢聽咗啲知識咧，佢都識得避嘅咯。嗱，你好簡單，中華人咧就好明白呢一點嘅，就係佢未必有錢，但係佢知道讀書好重要，所以佢就同個小朋友講話，俾心機讀書啦。嗱，聽過啦，由許冠傑嗰陣時講話叫嗰首歌叫啲小朋友讀書都係咁啦，係咪？係啦，學生歌啊嘛，咁啊變咗你即咁你變咗就係啱啱搞亂曬成啲 data set 啦，因為其他人。啊！佢冇錢，佢話：哎，即刻去做嘢啦！但係華人唔係喎，佢話我哋嗱，唔係淨係華人噶，啊猶太人啊，好多好多唔同嘅某種人咧，佢哋係會話著重讀書，咁就無形中咧整咗件 data set 出嚟咧，就話：咦，雖然佢窮呢代啫，或者呢代咁啫，但係下一代咧，佢讀飽曬書，佢揾到啲機會出嚟，咁然後咧就整啲新嘅嘢出嚟，係嘛？系啦，改变人生，香港人咪有句即系一命二运啊三风水，但系你知唔知道咧？就系第四咧，原来就系读书，第五佢话积阴德喎，咁啊变咗啊？点解啲人咁讲咧？点解人咁讲？系真系讲得咁多，其实原来有啲根据嘅，就系话我哋有咗读书咧，可以改咗嗰个情况嘅。同你而家今日咧听紧呢啲咁嘅资讯咧，就话啊，原来当银行爆咗啊，或者当一啲咁嘅情况发生啦。我一定要再小心啲买我啲食物，我要再小心睇我啲嘢。我揾嗰、那个我住个区，我住嗰个环境咧就好睇，因为有啲叫 environmental 环境里边啲毒素噶嘛。咁其实点解你知唔知道有啲人咧咪食嗰啲叫做intermittent fasting 嘅 IF 嘅？佢哋话嗱，我哋唔食咁多蛋白蛋啊面粉質面粉嘅嘢，唔食咁多面粉嘅嘢，跟住發覺真係瘦咗，或者真係個人舒服咗。你知唔知道咧？好係啦，好多米好多面粉，全部都係有有砒霜喺裏邊嘅。咁所以你食少咗嘅，你咪個 loading 少咗咯。咁但係同一個人聽開我哋啲節目講起話，哦，原來可以洗啲米啦。可以洗啲米，有一個上個禮拜仲喺度 message 話，即係可唔可以用鹼性嘅水啊？因為有啲水機咧係用鹼性嘅水咧嚟洗嘢得唔得啊？個點解 baking soda 會得？就係因為佢令到佢鹼性咗啊嘛。咁所以咧鹼性嘅水都得啊，犀利喎！啲人直情係會即係聽完之後可以慢慢。系啦，会熬呢啲，咁但系咧，如果嗰啲毒素已经入晒去，即系唔喺出边啊，唔喺表皮度渗咗入去，直情喺嗰棵菜里边咧，或者喺嗰啲嘢渗到入去咧，咁咧就你点洗都唔甩啦。即系我话水洗都唔清就咁解，因为你用咩水吓酸水定话碱性嘅水咧都洗唔得，佢个喺度入咗落根，又食咗落去个。身體入邊又即係分解唔到，咁啊真係比較麻煩啲啊！分唔分解到咧？嗱，連分解咧都有辦法嘅喎，係啦，有辦法，因為你有個肝啊嘛，所有人都有個肝噶嘛，咁所以你個肝咧，由你出世到死嗰日都係喺度幫你分解緊嘢嘅，從來冇停過，停咗唔得掂啊！所以咧，佢一路都同你分解。咁但係點解小朋友睇落去咧，哇，又健康啲啊，好多毛病有親咧都好快最好啊！好大的關係同佢個肝，因為通常啲人一出世個肝係好過佢去到最後嗰陣時啦，因為個肝又冇病，又新鮮係嘛，又可以消化到啲嘢，又未用過，咁所以咪冇事咯。你唔會話啊，不如俾個肝消化啲差嘅嘢，跟住睇下等佢適應下都好噶嘛。個肝要適應啲差嘅嘢，啲肝唔係要適應差嘅嘢，即係唔同免疫力咧。有曾幾何時有啲人講話啊，病多啲咧，個人就會啊堅強啲。你唔會話食多啲毒，係啦，食多啲毒嘢，係食多幾支煙，食多啲飲多幾支酒，
你的肝呢就会更加可以喝多些酒，有人这样讲的酒量的，我讲过，但是呢就不会说、要练出来的个酒量啊，是是是是练出来的，是不是都是小时候就听回来的，真是。是啦是啦，但是其实呢是讲的那个肝那些反应也都差了，因为酒是会麻痹神经线啊，有很多样东西，所以如果你一睇歪了一样东西呢，你就很难去走回来。但是如果你经过一些真正的资料，好像我刚刚说 education 是真的令到华人呢，是真的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呢，真的忽然之间，为什么华人读亲律师啊，或者一些 professional 的东西呢，它是不同了的。不同了的嘛，不同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当你有了知识呢，就差很远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经济有问题，现在今天给你的知识，你想解决了你的问题，你首先知道经济有问题，就所有生意那些东西都要找办法。而个办法呢，因为你又不想给多些钱的啦，吃东西的时候，那他的办法呢就是要找办法去找办法。那如果办法会不会是健康一点呢？不知道是会不会健康一点，你要看清楚，你要跟那个地方熟悉， make sure 那些东西连啲花生都唔系等多多咗个，等咗过晒期，跟住之后喺卡拉 OK 嗱扎花生，原来已经发咗毛。因为如果发咗毛个花生咧，只要半粒米咁多个毛菌啊，嗰啲咧，嗰啲咁嘅叫做aflatoxin 咧，嗰啲黄曲霉素啊，中文就叫黄曲霉素啦。呢样嘢咧，唔使咁多就已经会搞到有 cancer 啦。已經定了，咁啊要留意啦，咁啊即係銀行嘅一啲情況啊，又或者通脹咧，的確大家咧可能出去食嘢或者係去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咧，留意多少少細節，係總會有啲變化，但係你要留意一下，同埋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出去食碗面個價錢高咗，咁啊一下就感覺到啦嘛，但係其他細節上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轉個頭翻嚟再講翻啊，趙博士你講緊嗰個收入啊。同埋嗰個身體嘅疾病嗰個關係上嘅嘢，好唔好？我哋而家聽聽客户説話，轉個頭翻嚟再傾。好啊。梁全輝鐵打師傅精醫骨身痛症、肩頸背痛、腰腿疼痛、手腳麻痹。梁全輝鐵打醫館喺三藩市 Mission 街4700號，電話415-819。嗱，另外嗰個 data set 咧，一陣就會講下咧，就喺1964年、1961年嗰段時間咧，佢哋就發現咗咧一啲細蚊仔咧。他们的父母买了个食物给他，不同的食物。而呢在那段时间做细蚊仔你没得决定的嘛。原来一个人的身体呢很多在那个过程里面定的。所以有小朋友的父母呢，你更加要小心一点在他们长大的那个环境。即当然做父母就成日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啦，有上上落落啊，你要知道就是在那个没得翻转头的。如果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吃得健康，样样都小心一点，他竟然呢是会之后将来健康一点。即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 correlation。另外就是父母的心情。如果你的心情呢是比较即是 neurotic 时候，那么小孩子呢他自己的健康和他的思想也都可以变成了 less agreeable 的。那这些也是一些啊，既然原来如果父母 neurotic 时候，那个小朋友呢会紧张一点啊，担心一点啊，这些呢是有这样的 correlation。如果父母是 extrovert 一点的，即是多一点在外面交流的，那又会影响个小孩子。小朋友又会在外面适应的能力又会好一点，又不同一点。这个 study 就是1984年的时候在德国做的。回来了。好，来到时间11:50最后一节的周末食碗面。究竟在数据上面收入啊，去到幾多少而會影響大家嘅身體嘅一啲出現嘅問題咧？我哋而家繼續請嚟啊，趙博士，趙博士你好。你好，你好。嗱，呢個數據咧，這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數據，就係做父母啊，有啲咧就揾100,000咧，就使1,000,000當係，係咪？同有啲人揾100,000就使曬100,000，
係咪有唔同噶嘛？咁所以唔係話揾得多咧，就等於係搞掂噶，因為亦都有頭先講話唔係到零啊嘛啲病。咁仲有一個數據咧，就係、是、做緊父母時候，你俾啲咩啲小朋友食咧？有一個 mindset 咧，就話：，唉，小朋友使乜食得咁好啊？係咪？以前有咁樣噶嘛？小朋友留翻呢啲俾你食啊！但係之後咧，就有啲父母就係對啲小朋友話：唔係喎，我個小朋友我得一個小朋友，我梗係要俾最好嘅嘢食啦，係咪？咁究竟邊樣嘢啱咧？邊樣嘢啱？嗱，啲數據就出咗嚟啦。因為有啲兩個品種嘅人做咗呢樣嘢，由1960几年咧，佢做啲數據就發現咗啲乜嘢咧？就發現咗嗱，發現咗兩樣嘢嘅。做父母咧，你俾啲小朋友食嗰啲嘢，你冇得翻翻轉頭。當佢哎呀，我而家有多啲錢啦，我俾翻啲好嘢你食啦。佢已經長大咗啦，唔可以翻翻轉頭嘅。小朋友食得好啲嘅時候咧，即係食健康啊，唔一定係貴嘢啊，但係健康啲嘅嘢咧，少啲農藥啊，少啲嘢，佢哋嘅身體係健康過一啲小朋友係接觸好多二手煙啊，接觸好多農藥嘅。而咧又翻翻去嗰個 Miss 嗰個 case 就係30个學生去玩，你梗係希望30个都翻嚟啦。你啲身體嗰啲細胞，希望個小朋友所有細胞都可以保持好，所有嘢都唔會有問題。所以呢個好重要嘅就係唔可以泄漏一樣嘢，又差咗少少一樣嘢咧，成件事都計得唔清楚噶啦，已經係。所以要好清晰呢樣嘢。仲有一樣嘢咧，喺 Washington University 咧。Wash U 咧，佢哋咧就做咗個數據咧，就喺睇到就係父母個心態啊，原來係會影響個小朋友個心態嘅。絕對啊，嗱、，that makes sense 係咪？嗱，佢做咗嗰個 study 咧，就會話嗱，有啲父母咧係比較緊張嘅 ，neurotic 嘅係咪？緊張啲考試啊，啲乜嘢啊？咁然後咧就緊張過個小朋友㗎，啲家長啊，好緊張啊，好緊張。但係原來你點樣對個小朋友咧？即係你緊張還緊張，你對佢緊張啦，你會令到佢都緊張，而令到佢之後適應咧，即係考試有日就會考完噶啦。好似譬如李何亨，你都唔使成日考試噶嘛，係咪？咁所以考試係會有個完結嘅，但係之後繼續緊張咧就好麻煩啦，係咪？係嘛？就好麻煩啦，真係麻煩到咧影響乜嘢咧？就唔係影響考試噶咯，因為緊張可能令到考試都有少少有用嘅，有啲用途嘅。咁但係咧。你緊張又好易影響拍拖噶咯，可能緊張啦，又影響埋下一代喎。緊張影響埋份工作噶咯，做唔到嘢啊咩嘢係咪？係啦，咁另外咧有啲大嘅 personality 就 extraversion 就係話啊，佢原來喺出邊咧交易比較好啲嘅，即係可以傾到講嗱，你呢樣嘢攞曬 A 啦，因為你話你喺電台度可以咁樣講嘢嘅，冇問題嘅係咪？呢樣嘢咧原來對你啲小朋友好好噶喎。好好嘅，因為佢嘅適應能力會好高啊嘛，好高啊嘛。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其中一個 study 啦。另外個 study 就話原來身邊嘅人會影響你啊，即係嗱，好似你同身邊嗰個，如果你話你食健康，身邊嗰個話我唔食健康嘅，你係咪去出去嗌嘢食咧？係咪麻煩啲多啲摩擦係咪啊？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啦，派別係都互相影響都幾大嘅，即係有時譬如有揸唔緊啦，即係嗰個。我自己要食嘅嘢堅持咧，見得多佢又食咧，我又會夾下啲啊。佢又見我食，梗係會啦，梗係會啦。嗱，你譬如你話我要戒薯片，隔離嗰個就話我唔係，我要食薯片。咁你已經好難啦，因為你成日想唔見到嗰樣嘢會好啲噶嘛。你見住嗰樣嘢喎，係啦。咁如果你係未有定力嘅，係仲係小朋友嘅時候，或者 teenager， 你又好難去戒。譬如我問你，你知唔知道好多人咧？護膚品都係嘅，佢以為咧個眼嗰啲皮膚咧同個面嗰啲皮膚係一樣嘅，咁都喺個頭上邊噶。但係點不知你再睇下個眼咧，個眼啲皮膚咧係第一個眼生個暗瘡嗰個機會率咧係少過喺塊面度生噶嘛，係咪？喺個 T， 佢通常喺個 T 霜會生多過喺個眼度啊嘛。咁但係你唔會有用埋同一樣嘅，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話我就咁我查得落塊面度就查得落個眼度啦。係咪咁？你就冇咗啲數據。數據咧，如果你明白啲數據咧，就好 powerful， 可以令到你咧冇錢咧都可以變到好健康嘅。因為你有咗數據啊嘛，有咗資訊啊嘛，所以資訊咧嚟緊係個將來嗰個黃金嚟嘅。如果你識得用呢啲資訊，所以我哋喺呢個節目咧，你就做咗件好好嘅事啦。就係、是、你令到咁多人咧都忽然之間有個好豐富嘅資訊，關於哇，你上次問我啲嘢過咗期好唔好食啊？系咪？好唔好食啊？但如果唔问过你咧，直情俾过期咗嘅嘢你食啦，得噶，
在一個經濟環境的惡劣情況裏面，你出去外面吃，可能你吃的那樣東西有機會是過期的。你有冇試過？有冇試過食嗰啲豆腐係酸嘅，或者點樣？都試過啲咁嘅奇奇怪怪嘅嘢啦，係咪？我搏啦，係咯，其實都係一個大嘅工程啦。即係我而家都係開始嘗試勸一勸身邊嘅朋友，佢哋嗰種即係慣有嘅 mindset 咧，嗰個思考方法咧，就話過咗期冇嘢飲落去冇味咪得咯，睇佢冇咪得咯。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好簡單地，其實啲嘢過咗期。你只要入咗你自己身體嗰度咧，翻唔到轉頭噶啦，冇得翻轉頭，係冇錯。你好難揾一個可以醫到你。但係點解蘋果膠咧係一個咁特別嘅嘢咧？就是、因為佢係一個叫一個 soluble fiber， 一個水性嘅纖維啊。而纖維咧會吸收好多樣嘢，而呢個水性纖維咧可以有部分啦，即係唔可以過量用啦，但係可以吸收到啲農藥同埋啲毒素嘅。嗯，係啦。系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今集嘅节目一啲嘅大数据啊，啲内容系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到阿赵博士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睇一睇。咁啊，即系相关内容。咁啊，听完咁多啦，咁啊，睇一睇啲数据嗰方面咧，自己留意多啲。今日时间差唔多，赵博士，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有你橱柜食材，湾区三间超过200,000尺开放式大卖场，橱柜 countertop 石英石地板瓷砖两万块柜面任拣，各种装修材料大减价，装修屋企放尘由你。电话510。唔该晒，赵博士。唔使唔使，你就你觉得点啊 ？OK 啊 ，OK 啊 ，OK。但系冇办法，因为时间长，我哋个内容个取向系可以多好多。系啊，咁所以变咗咪长啲咪讲长啲嗰啲。你咩气炸锅咧？呢个我哋冇详细讲啦，但系真系啲人咧。是個配搭，嗱佢又要用買氣炸鍋，跟住之後又要買啲曳嘅油，唔係跟住佢冇講話啲油嘅問題，譬如好似個 Fed 嗰個情況，銀行爆，佢冇佢話嗱，我已經登曬新聞，我話明我會加息噶嘛，咁你可唔可以嗱？你一個 Fed 係個最壓頭啊嘛，咁啊變咗你可唔可以個 Miss 話嗱，我話明3:00咧就要上巴士噶啦。3:00啊！如果你唔上班，唔好意思，嗱、哦，因为咧，我哋今日做陈国美新闻啦，哦有同事入咗，好，咁你下个礼拜我早少再连我哋睇下，得，冇问题，好好，唔该晒，拜拜，咁我讲埋佢喺度啦，就系、是、做阿头，即、就、系、是、做所有人跟你听你咁，然后你如果个 mindset 系话咧，我同你讲咗噶啦。講咗噶啦，咁啊3:00上巴士啊，或者當4:00上巴士啊，咁啊點不知玩到唔記得咗，跟住然之後咧就話得28個人上巴士啫，跟住啊我講好咗噶啦，走咯咁啊變咗，咁你翻到嚟就話嗱我都叫咗啦，都唔係做得太差，有28個上咗巴士翻翻嚟，但你冇咗2個喎，好大件事嘅，所以爆銀行嗰個 case 就係呢一樣嘢啦，就係、是、加息嗰個情況裏邊，當然。有通脹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在那個情況裏面，當他爆那一下裏面，就說、哎、最多是銀行，救了銀行就沒事了，但是其實對於社會的影響，健康，其實生意借不到錢，那個整條鏈的影響，就是我放在 Facebook， 我在那裡跟一些、教授啊那些談開這個問題，就說爆是爆美國而已，人類咧通常都做同一樣嘢噶嘛，咁你有冇諗過啊？印度啊、歐洲啊、南美啊嗰啲地方有冇問題咧？有冇問題咧？咁如果你話誒、哎、一定冇問題嘅，點會一定冇問題？我講一樣嘢好簡單，就係2040年，我冇同學坑講住，揾次同佢講啦。2040年，我話俾你聽，啲車會飛得嘅，我可能係啱，可能係唔啱。但如果我告诉你2040年呢，我们所有的车呢现在跟现在的一模一样，我肯定是错，肯定是错，是不是？因为2040呢，即是还有成17年呢，个社会那些所有东西都连 iPhone 以前都不出来了，未出现了，17年前。你加上多17年呢，一定的世界的汽车是会不同的。你说它一模一样就肯定错，但你说它飞得呢就未必一定对。所以你看不看到在那個數據裏面呢，我們要想一下，究竟當經濟有影響的時候，究竟有沒有影響人的健康？當你一拿那些數據去看呢，絕對有。但是做父母或者做一個家庭的頭，
或者做自己身體的 CEO， 你當你單身的或者 兩個人一起的，你可以決定就話，就算經濟係咁，我唔使食咁貴，但係我係一定要食得健康，我一定要睇裏邊嗰啲嘢究竟係咪新鮮，嗰啲情況裏邊咧係咪好重農藥，去到唔使唔到嘅入咗裏邊嘅，啊邊一啲食物咧會係啊重啲農藥啦，嗱我喺香港就有講過，凡係種喺地下地底嗰度嚟嘅咧，洋葱啊。在番薯啊这些咁嘅薯仔啊，你最好买有机。如果你唔买有机咧，唔紧要，自己种系咪？你要咁样。但如果你系冇睇嗰啲嘢啦，花生又系啦，地底生啦，你一定要一系就戒咗佢，一系咧就买有机。总唔知咧，就千祈唔好食地下里边喺啲泥里边走出嚟。嗱，如果佢走咗出嚟喺，佢会有棵有啲果喺棵树度生上嚟，咁又唔同喎。又唔同啲嘅喎，那個 level 唔同啊嘛。當然，如果環境係許可嘅，就乜嘢都要小心。但有我有機咧，有時都要小心嘅。點解要小心咧？佢話明係有機啫，但係佢冇話明咧冇砒霜嘅。有機都可以係有砒霜嘅嘛。或者佢話明有機啫，但係佢冇話有機係加上新鮮嘅嗱。點會唔新鮮咧？有機你有眼睇到。有機果汁咪未必新鮮咯，因為佢啲果汁已經煲過、睇過、提煉過，你又睇唔出，係咪？呢啲就係嗰個叫做啊，或者喺把關啊，你要落好個閘落嚟咧，就係唔好俾呢啲咁嘅嘢入咗去裏邊。無論如何經濟，你個經濟係賺100,000又好，賺90,000又好，賺50,000又好，呢、這個決定係喺你度噶嘛，你能夠去。看到这件事呢，嗱，颜色色素又是了，就是有小朋友呢就避免那些叫做 food and dye coloring， 那有些呢就差过另外一些的，今次我就不讲那么多，因为 我自己都要走，但是就 food coloring 呢 要小心，你要看一下哪些 food coloring 会影响他读书啊，影响他集中力啊，很多时候吃了那些呢就会有问题的。仲有最後嗰樣嘢咧，又要小心，就係、是、如果寫住 bioengineer， 但係個小朋友仲長大緊，咁如果你係話啊70-80歲啊咁樣，咁佢寫 bioengineer 又唔係咁大問題，但係當然亦都有佢個問題，但係唔係大問題，到仲長大緊過程裏邊食咗 bioengineer 會點咧？唔係話佢一定唔好。我亦都唔可以話佢一定好，因為兩人都會錯，有機會錯。我哋係唔知道佢會點。所以咧就係 bioengineer 咧，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唔會俾嗰啲小朋友食嘅，我見到我就唔買嘅，我擺翻低佢嘅。啊，見到有啲油咧唔係咁好嘅咧，我又唔會擺落個氣炸鍋度。咁係咪唔用得氣炸鍋咧？氣炸鍋係有個危險喺度，因為好多嘢咧，譬如佢已經整好咗俾你噶嘛，冇得俾你揀落唔落油啊嘛，佢 come prepackaged 咗噶嘛，已經有咗嗰啲唔同嘅油喺裏邊，咁你就冇得佢揀啦。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明白了那个 root cause， 为什么一些东西会差起上来，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现，经济不好的时候，银行爆，就算起紧楼啊，都要用一些差一些的物料去找办法，不一定那些物料是有伤害性的，你不知道，你又不是看着它，那它怎样可以减低呢？譬如装窗口，可能装了个窗口冇裝其中一啲嘢裏邊嘅，咁而冇裝其中一啲嘢就多咗雨水入咗裏邊滲咗，就會製造啲霉菌。咁呢個又係間接性影響咗啦。間接性，佢又慳咗，你又唔知，咁你睇唔到啦。咁啊，所以呢啲嘢咧就係好嚴重嘅，因為長期性嗰啲嘢咧，嗱蟲又會咁走入嚟啦。如果你屋企係多蟻啊、多蟲啊，應該通常咧就會話有啲地方咧係爛緊、壞緊。沤緊，佢先會入嚟咬你啲嘢噶。咁變咗，咁你第一個反應咪噴多啲殺蟲水咯。噴多啲殺蟲水唔係淨係嗰啲蟲死咗，係你自己都聞咗噶。咁就有呢個問題啦。去酒店去住，睇下要住酒店時候，睇下啲牀嘅角落邊啊，睇下有冇有啲嘢叫做 bed bugs 喺度。好多時候佢喺嗰啲地方匿嘅，呢啲又要小心。